Hello， 欢迎来到我频道，我是 Anson。 那今天呢，拍一个植物的，算是我第一次要做的一个事情。之前其实玩植物来说，一定会遇到虫害嘛。那我之前可能都是用一些比较无毒的方法去治虫害的问题，那其实有效，但是有时候会疗程拖很久。那今天是我的太阳平日草，竟然中了粉介虫。那这一次我是打算试试看用农药的方式，那我也去农药行买了农药。我们今天就是用农药的方式来处理病虫害的问题。那其实我上次问了一些朋友，我问我朋友说，我的植物中虫害，他说什么虫？我说食虫。他说食虫也会中虫害哦。被他这么讲完啦，我觉得还蛮有点讽刺的。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试试看哦。那我们今天拿到的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的农药，叫做赛舒安，那它也叫净垢力，那还不错。老板这里有贴心提醒，1:2000等于1cc， 一公克对应2000cc 的水。那我们现在就去调一下。那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赛舒安了，它是粉状性的。那老板有附一个汤匙给我们测量了，一匙就是2克，2克就对4000cc 的水。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就差不多是2克，这样一平尺嘛，差不多 1.8 哦，2克，那其实还蛮准的。那我们就先测这样试试看。我已经把赛舒安2克先倒在里面了，因为我等会会把一些跟它同一区块的太阳平日草一起做预防性的投药，所以我的量会用多一点，我大概就是对 4000cc。 那我是拿12公升的桶子，那2公克对4000就是这里，这也是个4公升的。那我们把水装到这里，还蛮多泡泡的。好了，这个就是差不多对应的水量。那我去把我的平日草都拿来。那这一盆呢，就是之前被我发现到爬满了粉介虫的瓶子草。那其实我当下，因为当下没有农药嘛，我当下先做处置，是把我肉眼看得到的我都全部用刮擦掉了。那这几天是没再看到，但是我不管，反正已经被发现到了。我等会呢就会先泡盆。那赛舒安的原理大概就是说，它是稀释后你把它浇在土里，或者是让根吸收到药性，它其实植物整株就会有毒，那蚂蚁、蚜虫、粉介虫去吃就会中毒而死，它原理是这样子的。那我今天呢可能会泡盆，外加把叶喷一下，反正不管了，就直接处理一次，让它死透好了。那这边的瓶子草呢，就是当初放在一起的，那目前看是没有其他看得出来是没有所谓的粉介虫的现象，但是我不管，因为毕竟在同一区，那其实我是会怕以防万一啦，所以这一盆我会预防性的跟着一起泡盆。那我们就接着下去了。这里我准备了一支小水枪，等我夜喷用的。那目前应该是都调好了，我们就我看一下是不是都调完了，应该都没有。融化的蛮彻底的。好，那我们来装一下。那使用这个的话，其实要注意哦，不要让家里的小宠物靠近哦，因为毕竟农药算是毒的东西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好了，那这就等我夜喷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泡盆啦。那我们先，我们就直接等盆泡下去，让它把水吸起来。那过程当中呢，我会就是开始喷夜喷的地方。我们把有可能藏虫地方的地方都喷喷一喷。像这个管子里有没有，有的时候都会发现到几只，那时候我就有看到了，我们这样夜喷一下。好，杀无赦。那可能移一下角度，让它泡得更渗透一点。
整个都均匀泡到。这样都有泡到了。我问老板，老板是说大概30天一次。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只是因为可能有毒啦，大家顾虑的点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其实只要安全方面做好啊，它也可以成为是一个很棒的利器。啊，不要在鱼缸旁边操作哦。哦，水溶性它非常非常的毒，我有看说明，所以不要在鱼缸旁边操作。因为我是打算在阳台的，但是我阳台都是鱼缸嘛，那我怕到时候一喷，所有的乌龟都中奖。这样泡完啊，藏在根部的害虫啊，应该也是一次处理掉了。好，那就差不多，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我陆陆续续也会把其他盆做重复这样的泡盆的动作。那这也是没事的，不管就给它放着。好啦，那我现在已经全部都是灌盆完了，那也液喷了，那我们就来，应该是就不会有事了啦。那观察下来，那这次使用农药的心得呢，我觉得一开始还没碰之前对农药的认知是它有毒，但是我觉得等到你去了解并且去实际操作后，你会发现到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我觉得那是因为你可能不了解，所以才会感受到害怕。那这样的使用下，如果能把虫清得干干净净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个不错的好选择啦。那只是说，当然也要衡量到你的环境关系。如果说可能虫物很多啊，或者是你施农药的地点可能旁边会有鱼缸啊、干嘛之类，或者很多水生植物的话，那你可能农药就不太适合了。那如果你有比较好的施农药的环境的话，那农药其实不失为一个除虫的好方法。那这是我今天的经验分享，也是我的使用心得，那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